的，这真的还蛮让人困扰的，因为爱有精神方面的疾病造成困扰，真的非常。我需要冷静一下，我没办法冷静念台词。然后我冷静了啊，不，没有那个回事，我才不好意思呢，啊，那差不多要告辞了，非常谢谢你的招待茶水，我现在因为少受伤，所以停职中，也就是说还蛮闲的。你少受伤，刚还能帮我搬行李啊，而且还蛮重的啊，你在讲我就是想把妹嘛，那么明显。太混蛋了！有什么事的话，随时可以叫我哦。我觉得这样的乡下一个年轻女孩子，对生活非常的辛苦啊。要是没问题的话就好了，不如我坐在这边来照顾你吧。少年啊，你进展太快速了。不，因为待在不习惯的土地，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说不定会拜托你呢。非常谢谢你担心我，阿里嘎多。不要再藕断疯狂了。哎，他走了，看来是个和蔼可亲的人，好想把他变成肉块呢。晚上之前来这里整，哎，来整理送来这边的行李吧。OK，晚上之前，然后呢，你就受伤，不是啊，你就这样一路收到晚上了，你都没出门。结果收拾行李花了我好长的时间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洗澡也洗好了，该去睡了。哇塞，你一眨眼睛，等一下你就睡了，我还没存档啊。啊，星二，其实我是 BL。OK，好了，你要被吓到了。干，半夜谁打电话来啊？这根本混蛋。啊，好吵啊！都这个时间了，是谁？啊，是早餐先生吗？不必在这种三更半夜传真来的吧？第二天好，谢谢。第二天我知道，第二天，Thank you。然后存档，我去接电话喽。电话来了。啊，哎呦，这今天晚上多了好多个房间呢，我都不知道该躲哪里呢。黑熊刚刚呢？不是警，不是回答人家，是警刚刚呢。练尸 RPG，其实我在爱家，你家的肉块可以把它送给我吗？啊，果然是早餐先生啊，这就稍微跟他抱怨个几句。啊，干是传真哎，干这真是传真，好丢哦。啊，你为什么要尖叫啊？哎呦，看好丢哦！干，为什么要传真米粉的照片给我啊？这是什么？是米粉？为什么会有这个？好诡异，绝对好诡异！昨天的肉块啊，我好兴奋啊！哎，来了，干，好快啊！你这样说来就要快逃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哑巴！人家今天多了好几个房间，我先躲这一间好了。干，好累哦！躲这里，铁柜女王。这储物柜好窄，好窄还是储啊？墙，黑熊我好惨，明天台风天放假，我晚上为了破狮子会，然后冒着死亡危险。什么叫破狮子会啊？哦，干躲那边死掉了，谁那么机车浪费我家墨水？看一个，你家有没有传真机啊？我下次传真一张全黑的图片给你，就全黑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觉得那还蛮屌的。那是即时点啊。OK，我打个喷嚏，等我一下。水，我就好难过。哦，我吃一个牛轧糖来冷静一下好了。我看我好不容易恢复冷静了，刚刚只要一讲话就会想笑。
是谁传真黑色米粉给我？但一定是米粉业务。哎，我好像躲冰箱哦，冰箱不能躲吗？哦，我吓到了。我看锁住了。啊，干死了。他想请问黑羽在吗？我一直很在意他说中什么院长，我也好在意哦，快说我很在意。躲外面哦，躲外面会GG吧。而且你们看那个照片，那一台像那一台那一台那个、啊，那一台叫什么？那个那个什么？那个电话，那个电话很明显跟照片里面那个完全不一样啊！应该是下路吧？哦，哑巴里啊，干来不及啊，去了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这个进门那么快啊？太快了吧！嘿、hey, ，昨天死光睡觉，放心啊，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。突然觉得大家心脏都好强，大家都不怕的，我现在完全不会害怕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已经一点都不怕了。哎呀，一定是刚刚太嗨了，你知道吗？昨天的怪物，哦，来了来了，哑巴力，快跑哦，叽叽，我再躲一次那一下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刚刚为什么电话还在继续响啊？啊！我躲，阿干狙，哎，那个根本来不及躲啊！他一进来就那个，嗯，我先去找一下。我记得我今天开了三个房间吧，有三间房间啊，一定有那个吧，一定是有一间可以躲的。我找一下哪一间啊？我在那个新开的，干这间什么都没有啊！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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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可以躲吗？可以躲冰箱吗？第六个巴掌，干是我太慢了，怎么可能？我觉得我手速还蛮快啊，那躲这个好了，来躲这个，空空的，那么漂亮的东西都是假的、欸，哎、欸、不对，这个能躲吗？这边也只有那个能躲啊，没别的地方可以躲。啊，是我太慢，骗子！我不止习惯过睡觉，我还习惯过睡一个。不要讲那么可怕的话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按到镜子了，真的假的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赶快去接电话。你们真的很凶哎，有点耐心好不好？耐心。没有啊，我先去探路啊。哎、欸，帮你们调一下音量好了，你们这样是不是那个 RPG 的声音太大声了？这样好像有小声一点，再小调一点好了。干，为什么我觉得今天一直少了什么？哦 ，ND One 2010玩你，感谢你的追随，金代表偏大胖子。金汤好，好啦，不要再传米粉了啦，这样子再妈我再GG个四次，家里的墨水就没啦。又出来了，快跑啊！我干、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滑鼠不小心入侵。我、哦、干，你贴那么近干什么？再小声就变成欢乐实况了，这还蛮，我觉得这样音量应该 OK 吧？哦，空空的可以躲。好累哦！刚刚对发票差点中200万，哎、欸，中了记得买台买一些，哎、欸，阿干，哦，这间不行哦，干妈了，我那么辛苦躲这里，我还以为这间可以，啊，我躲，
干还是不行，怎么那么机车啊？你真的很变态耶！哎，这边再不行，我就快没梗了，没有地方可以躲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定不行，你看，居敢废物，好烂哦！啊！当初自己玩，一直死，啊！难道要去躲厕所了吗？我记得不可能，他不可能连续两天都躲一样的地方就过了。不要再躲浴缸了，干，那是我脑，好不好？我道歉，怎么会有躲浴缸这种天真的想法呢？欸，我躲。Oh yeah, oh yeah, oh yeah, baby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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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yeah, baby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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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yeah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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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by. 干，好像没地方可以躲嘞。干，这边也没得躲啊。干什么啦？你真的很凶欸。啊，干嘟嘟的。游戏声音希望调一下，没办法调欸，我这边没有那个啊，我这也是电脑直接接声音，我没有那个 mixer。如果 mixer， 我给你刚帮你帮你调低频一点，不会那么刺耳。这边没办法，看难道躲外面吗？不太可能吧？我先看一下我在哪里可以躲。哎 ，O A O， 喂，你好啊！啊，你每次出现都那个电池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你好屌、啊。这可以躲进去吗？不行哦、啊。哎、欸，好像我已经戴耳机把手机屏幕遮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我没地方可以躲嘞、欸，真的？难道真的是要躲在这里吗？好啦好啦，我先接啦。哇，好吵啊你，喵的嘞！哦，按错边了。黑熊继续码下去，可能邻居就会来敲门了。别说啦，游戏故意制造这样感觉，让玩家不耐烦发疯。真的吗？邻居是不会接电话、喔，家里电话有那么吵吗？吵到连邻居都会看到。来了，他就这样从天空冒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。我开始有点觉得是他自己有妄想症，你知道吗？我躲。啊，就买的啊！我干，连你都要买。落快，你当我跟黑熊一样没脑吗？OK， 好啊，凶啊，机车、啊。哎、欸，是好了没啊？太久了吧？该不会过关了吧？哎、欸，过了、欸。哇！我躲到，干你又躲到睡觉！哇塞，你真的是啊啊！我累了，我快不想玩了，这游戏太夸张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哇，干你昨天你吃跟昨天一模一样的早餐呢、欸，也不能断言那不是梦。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那不是野狗，像是人类的形状。对了，完全像这种。你是白痴啊！你被追两个晚上了，你到现在才发现这件事情，你真的……呸！一觉睡到限量，超好睡醒女生。为什么在这个家？为什么要攻击我？因为你跟阿姨一样得了偏执症，而且还有外加一点。被害妄想症，跟妈妈说她不会相信我的吧，又不会让我回老家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你有被害妄想症，你都不问，你就知道你妈不会让你回去，你根本就是被害妄想症啊！自以为中二，愤，只有等到她走嫁，在那之前，她不一直躲着的话，不行吗？对了，昨天的传真，米粉的传真在哪？阿雷，
只有企划书传真过来，所以没有米粉，头发一根也没有，怎么回事？哦，先存档一下哦，好累啊、哦。某处的钥匙，对，我还有一个钥匙。欸，这游戏本来有这个滴答滴答声吗？没有吧，突然变得好大声哦，这滴答滴答声是什么声音啊？欸，我好在意哦，为什么突然有那个滴答滴答声啊？没有出去的必要，瞎了你的狗眼。欸，那什么声音啊？遇到还继续在这里住，有病。没错，我也觉得女生根本有病、啊、要我才不会住在这里，神经病，根本被害妄想症。瑞法恩离不开了，我爱上这个地方了，我超喜欢的。欸，那个滴答滴答到底是什么声音啊？到底为什么不离开这间房子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就一直说不会有人让他离开的，难怪他有偏执症呢、啊。哦，这是唯一一个有闹钟的房间，可是也不是这家。没了吧？还有什么吗？对啊，响彻全房子的神奇闹钟、欸！哎，开门了，一定是这里。存档，我来看看。哦，刚有闹钟。对，这是什么？房间的电灯开关，立灯。哎，这谁的房间啊？男人的房间。哎，是什么？书柜里什么都没有。书柜里什么都没有。贴着什么东西？干还说什么都没有？寂静、幸福、平稳，凝视着并排着他们。我无法获得的是幸福，就算理残余生也是。空虚的，放着小的行李箱，打开呀。挂着变旧的套装，是仪仗的东西吧？挂着风衣外套。哎，干这间什么都没有，我到底是进来干什么呢？五斗柜里面空空的。OK 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好啊。讲太太太太，你要不要换墨水夹啊？哦，搞半天他是来卖，他是那个墨水夹的 sales 是不是 ？OK， 那我真是误会他了，我明天来跟他买一下。太太，你还没有付墨水夹的钱啊？别鬼扯啦！哎，我还没找到密码、欸，我突然发现我还没有找到密码、欸，糟糕了，怎么办？密码呢？密码会是隔壁房间里面就有密码。密码呢？密码，密码，密码，密码。密码？没有吧？这不是密码吧？这不是密码吧？哎，卡关了。干，这么小的房间也可以让你一直卡关，这游戏真的他妈有病啊！墨水夹很贵的，干我知道墨水夹超级贵的。那个什么时代的、啊，那个就是还没有五色分离的时候，看超心痛的，一个颜色没了，你就要全部换掉。虽然现在我觉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桌子底下有东西，真的假的？滴答滴答。你太太太太，我们是设计系的同学，可以帮助我们一下吗？刚刚房间有东西哦，真的假的？右边的椅子好像有东西，是吗？是我眼馋没看到，是不是？哎，真的，干！哎，为什么不能看？为什么不能看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不能看 ？BRUCE38296， 感谢你的追随，我看到了。欸，没有啊，欸，这不能剪欸，干。欸，那个只是不小心画错的吧，不能剪欸。我已经疯狂空白键了，你们有听到吗？我空白键要到一个不行啊。右下的盒子能开吗？我也很想开欸，打不开。太太，我连纸都替你卷好啦，你能不能赊账啊？在我回公司不好交代。不行，好像 nothing。
那那日记也干嘛？哎、欸，真的不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想干嘛？垃圾桶也不能看。那个我好在意哦，那一本为什么他妈要把那边放在垫桌角啊？重点是没屁用啊！让我找一下，让我找一下，我相信一定会有解的。太太麻烦十万，干你是什么墨水夹啊？里面有金粉是不是？墨水夹十万，你好意思啊？哎，不对啊，你都搬进来第三天了，你还在内侧非常脏，你不是讲说你要打扫吗？电脑旁边的阅历，你去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桌角歪的电线而已，这游戏没必要做那么拟真啊！这阅历也不能点啊，没屁用啊！放着 CDR， 怎么办啊？现在是卡关了吗？现在玩到又被僵尸追了，然后我又逃过一晚，就是妈的干，我又在柜子里面睡了一晚。然后你都不会全身酸痛，早餐一样吃得很丰盛，食欲超好，完全没下降。然后一早你就打开了仪仗的房间，然后你就不知道仪仗的房间里面到底有什么什么什么屁东西都没有，你就进去逛了一圈。啊、哦，有，仪仗的房间有个纸条啦，这个。他就写说：“即兴幸福平稳，凝视并排着他们，我无法获得的是幸福。就算那就算理财余生也是康熙的，密码是米粉。李登，然后我还是这房间还是什么都不能点啊，真的，然后。”还有什么可以点啊？电灯，房间的电灯开关，哎、欸，一样什么都不能点啊。五斗柜里面坑坑的，柜子里什么都没有，柜子里坑坑的。然后那个也是衣风衣，仪仗的外套，行李箱，空的。然后这边逛完一圈，然后这边垫了个桌角，垫了一本书，按了一样没屁用，干。然后我身上一样什么没得到，啊。救命啊！妈妈，我可以搬回去了吗？阿姨的房子好可怕、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连肉块都没有。外面的花园，好，我等等去晃一下。纸条旁边那个，你都没调查？有啊，纸条旁边我都调查啦。白天尸块都不会出现嘛？对啊，纸条只有中间这个会有，然后就一样什么都没有了 ，nothing。好了，我去外面花园，花园我刚才没有出去，而且今天多了那个闹钟的滴答滴答声音，之前都没有，今天特别有，今天那个滴答滴答声音特别大声。暗哎、欸，对，有可能哎、欸，突然觉得好像是哎、欸，我去看一下好了，就是暗示那个，他说什么凝视的什么巴拉巴拉那边甩的，是这个吗？为了要隐藏什么美丽，干，哦，衣服的口袋鼓鼓的，放了什么东西？啊干！哎呀！哎呀，这个钥匙真是好吃。所以我说那个门呢？Ah.
我快内出血了。哦，太好了，有钢琴呢，棒棒哦。来，一本打开了，这首曲子是阿姨常常弹的曲子。弹啊，干什么都不做，一定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啊。这游戏坐着就这样啊，莫名其妙啊，坐着选教干什么？有个屁用！你就一定得选嘛。哎，没错，有没有二楼的钥匙肯定是一楼的，没错，刚刚拿的那个就是从一楼。好，觉得音色怪怪的，好像听到金属的声音，赶快把它掀开啊！嗯，钢琴线的地方放着什么？钱。我要冷静，我要冷静，再不冷静我就要把这个游戏拆，不是再不冷静我就要去阿姨的坟墓把阿姨翻出，把阿姨挖出来痛打一顿的。干，这不是恋尸癖，这他妈是虐尸癖，我就要变虐尸癖了，我要把阿姨的坟墓挖出来打。你好，桑普先生，我现在很生气，你可以借我敲两拳吗？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其实我认识的人送了梨子给我。我一个人吃不完 K 的话，请收下吧。好，我可以用梨子塞你的鼻孔吗？左右各塞一颗，你就变梨男。我最喜欢梨子了呢，尤其是拿它塞进你鼻孔的时候，那太好了。那么这些送给你。高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觉得脸色很难看？我当然难看了。但你不知道，你的阿姨他妈的把你的钥匙藏在每个房间，又把你每个房间的门都锁起来之后，你脸色能不难看吗？我不过想看看房间里有什么，我还要被耍，弹个钢琴还会发现里面有钥匙。啊，是吗？或许是身体不舒服啊，没错，我得了钥匙恐惧症跟恋尸癖。搬来这里之后，我什么病都得了，我全家都得了。也许生病，如果很难受的话，我可以陪你去医院哦。VQ 四娃你好，不是，虽然说是生病，因为并非身体不舒服，所以不是。跟这个人说怪物的事，他一定不会相信的吧？最近有些失眠，你可以陪我睡吗？啊，不是，只是睡眠不足而已，请不要放在身上。啊，这样啊。说不定因为有很多事情而精神疲劳着，不过也请你充分休息吧。然后他就突然补了一句说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晚上你也可以来这里找我，这里是我的钥匙。然后他就被女主角杀了。如果有什么条件，你只要不要不给我，你只要不要给我钥匙什么都好。哦，我先失陪了，快滚快滚，你只要不要给我钥匙什么都好。啊，其实阿姨是找不到钥匙所以去自杀的。差不多准备晚餐了，好累，已经快睡着了。干，你一天什么都没做啊？你整天除了找钥匙，我不记得你有做任何事情啊。那个怪物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，不过他出来的时候都在晚上。那你不会晚上不要待在家里时哦？趁我睡觉时，曾放心跑进了家里。干，你真有才！今天就不要睡觉吧。哇靠！干，你是白痴！哦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每家里每到晚上都会有怪物出现，也许是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吧。那我今天晚上就不要睡觉好了。你听清楚，家里每天晚上都会有怪物出没，所以我的解决方案是，我今天晚上不要睡觉。所以，小姐，太太，你怎么低能啊？啊，好困，今天不能睡，为了不要睡觉，到处走走吧。啊，你这样到处走走，你又会遇到他，他还是会出来啊。